球场要跟你的亲朋好友聊天的话，对，真的可能要先准备琵琶稿。是是是。许志勇这一棒捞起来，在右边方向，哇，这个球非常的高，非常的远，最后掉下来，掉在哪里？掉在观众席上。许志勇也开轰了，在大巨蛋他也打了全垒打。哇，其实今年许志勇面对圣吉士过去打得并不理想啊，但是在这个打席他敲出了今年赛季的第四轰，也帮助中义兄弟在五局上半追平的比数1-1。看一下这一球，看起来是变化球，走在比稍微高一点点哦，就直接被。而许基宏今年在得点圈的打击率呢，则是273。有好球，嗯。我们可能在问说，昨天分数都被你拿光了，对。但其实，猛登今年圆弧率也不错啊。是啊。起来，在中右外野方向，哇！许基宏单场的双响炮，哇！又逆转了战局啊！哇！陈昀文这个门没有关上啊，现在手指头被夹到了。所以我们赛前比较担心的事情哦，还是终究发生了、哦。今天统一师的牛棚还是出了状况啊，陈昀文在只差一个出局数的情况之下，还是。没有守住这一棒哦，哇，这就一样投到红中去了。嗯，其实接连几个打席，陈昀的控球都，不是说不理想，而是把好球投得太甜哦。虽然他有球速上有条件，但是许基宏今天的状况比他更好。对。马歇尔是同一师队的打击教练。好，辛巴。陈胜平今天也是3-0，不过第三次打击的时候，那个感觉好像已经有点回来了。对，这个打击就可以观察一下他面对右投手的状况。良好球没有坏球，对，这个 high fastball 节奏是没有跟上。嗯。这个球拉穿了防线，陈胜平在中华职棒的首安，在良好球没有坏球的情况之下，他击出了安打。对，同一师队要把这颗球给要回来。嗯，陈虎有一点太急着要跟打者对决哦，在球速领先的情况下，把球投到好球带中间哦。